各位同学大家好啊，我们今天啊讲一个非常非常高科技的问题啊，至少对我而言这是高科技啊。最近啊，有人在网上呢发布了一款强大的技术啊，在这个网站上啊，任何使用者啊可以轻易的在数字层面上剥去一个人的衣服啊，被剥的呢通常是女性。根据网站的介绍呢，他们专注的事业是通过 AI 技术让人类的梦想成真。这个网站的使用相当简单啊，用户只要上传一张自己选择的穿戴整齐的女性照片，几秒钟之内网站就会免费的为他们脱光衣服啊。但在舆论的抗议之下呢，这个网站关闭了啊。但是不到一天，这个网站就带着收费模式重新上线啊。在收费模式下呢，获得一张深度伪造的高清裸体图片只需要$0.3啊。从今年年初到现在，这个网站已经有3800多万的点击量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技术满满的恶意啊。同事、邻居、前任啊，甚至随手拍下的路人都可能被剥光失踪。如果这个网站各位同学可以自由的使用，大家可以问问你的内心，你会用吗？有几个选项你可以选一选， A 从来不用， B 偶尔用一次， C 经常使用，大家选哪个呢？这种网站所使用的技术啊，其实就是所谓的深度伪造的。我第一次关注这个问题呢是2017年，当年8月有一款叫做造的 AI 换脸软件啊，8月发布，迅速席卷了全国的网络。那随后呢，利用技术换脸明星生成的多部色情视频啊，在美国的红底网上传播，并引发各界关注啊。到2018年的1月呢，使用这种深度伪造的技术应用程序啊，也正式上线。普通人也可以尝试换脸啊，换脸的对象呢也迅速的由明星、政客啊扩展到朋友、同学和同事啊。普通人其实很难区分和发现的啊。据说瑞士呢有科学家尝试用最前沿的人脸识别系统去识别换脸视频，结果发现错误率呢高达95%啊，很难鉴别真伪。2019年呢，美国甚至还有个公司使用了深度伪造技术啊，欺骗了支付宝和微信的支付程序，并可以顺利的通过机场呢等自助终端的检验。但这个换脸视频要达到以假乱真呢，还需要音频处理技术的支持。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，很多软件呢都具备了生成模拟语音的这个能力啊，这个声音呢也以假乱真啊。所以2018年4月啊，就有人制作了奥巴马的换脸视频啊。在视频中呢，奥巴马呢称美国时任的总统特朗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啊。当年5月还有人利用这个技术呢制作了特朗普的视频啊，批评比利时的环保政策啊，比利时的民众信以为真啊，差点引发外交危机。所以对于深度伪造啊，法律呢当然应该有所作为啊。比如在美国就有个法案呢叫深度伪造责任法案，就规定了多种法律处置手段啊。例如法案要求深度伪造的视频或者明珠是深度伪造的视频啊，意图传播的人必须要在作品上标记水印啊，要告诉大家啊这是伪造的，这是拼接的啊。法案还详细规定了伪造者可能要承担的刑事和民事责任啊，刑事责任甚至最高规定了5年有期徒刑啊。比如说没有在作品上进行水印标记啊，而发布这个作品的目的呢是为了侮辱他人、羞辱他人啊，提供含有他人虚假的性行为或裸体的视频，最高可以判处5年啊。或者意图呢造成这个外交冲突啊，干扰政治运作呀啊，或者呢影响这个啊选举啊等等等等啊。我国其实也是有类似的立法啊。那首先民法典就规定了，民法典101条规定，
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利用信息技术、伪造等方法侵害他人的肖像权。其次呢，是行政法规的规定啊。2019年呢，网信办啊，广电总局呢，推出了一个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规定。在这个规定中呢，就对深度伪造技术呢进行了一定的规定啊，包括呢标识义务啊、技术保障义务啊、停止传输义务以及必要机制等多个方面。当然，在刑法中呢，我们也有一系列的罪名啊。看你侵犯的对象，如果侵犯他的名誉权，有侮辱罪，有诽谤罪啊；如果扰乱了社会秩序，有传播虚假信息罪啊，或者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啊。再如果呢属于一些淫秽的信息，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个脱衣网站，属于典型的传播淫秽物品罪，或者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啊，同时还构成对别人的侮辱。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，它是有价值追求的。所以甘地说啊，能够毁灭人类的七种事物，其中就有没有人性的科学啊，还有一种是没有是非的知识。很多人经常对法律有一种错觉，认为法律就是对自由的剥夺。但是大家想一想，开车是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自由，还是遵守交通法规开车更能享受驾驶的自由呢？这就是为什么孟德斯鸠会说啊，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，自由是一种能做法律许可的任何事的权利啊。因此，法律从来不是对自由的彻底剥夺啊，而是通过设置规则来保障我们的自由。自由其实有两种，一种是放纵的自由，想干嘛就干嘛；第二种是自律的自由，不想干嘛就可以不去干嘛。很多人都听我讲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，提到一个著名的故事啊，叫戒指的故事。一个神奇的戒指可以使持有者隐身，所以有个牧羊人得到了这个戒指后，发现了戒指的奥秘啊，所以他戴上戒指为所欲为，他引诱了王后，最后又把国王给杀了，篡夺了王权。大家想拥有这种戒指吗？你可以问问你的内心啊。张三竞选班长，李四是头号竞争对手。张三鼠标一点，李四的裸照就可以生成。张三把它发到网上，配上文章，让李四社会性死亡，至少是短暂的社会性休克嘛，没法参加竞选了呀。所以今天在网络世界中，很多人都拥有这种戒指啊。网络的匿名性极大的放大了人内心的幽暗，很多人在网上利用各种技术来实施各种不法行为，所以这些网络技术就像戒指一样，而这种戒指或多或少也可以匿名，可以隐身，同时给他人带来或大或小的破坏力。有时当你利用网络放纵了内心的幽暗，你觉得你是自由的还是被奴役的呢？也许你受到了内心欲望的奴役，你感觉你是自由的，其实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因为对一个吸毒者而言，不是想吸多少毒就吸多少毒自由，而是当毒品摆在他的面前，他可以控制自己不去吸毒，可能更为自由。自律的自由跟放纵的自由，哪个更令人向往呢？法律当然是通过他律对放纵的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，比如禁止这种脱衣服软件的使用，让你内心的幽暗不至于泛滥成灾，进而帮助你培育内心的自律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如果有人使用这种软件啊，把你或者你所爱的人脱光，你会愿意吗？尊重他人才能尊重自己。老话常说啊，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但是在这些深度伪造软件下，眼见也并不一定为实。所以看见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，而看不见的也并不一定是虚假的。公平和正义是看不见的，但是也许它比我们能够看见的可能更加的真实，更加的值得去追求。总之啊，只有在法治的背景下才能拥有自由，并不断的让我们从他律的自由走向自律的自由。谢谢各位。